比赛开始了，咪咕视频移动高清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为大家直播的本赛季第三轮的 CBA 常规赛。今天的这场赛呢，新疆伊利特主场迎战北京控股男篮。这场比赛由周鹏、陈正浩指导，和我庄宁宇陪大家一起。哇，这个厉害啊！这个防守就有点慢，对对吧？就是我们说打了你。劳森，好，三分犯规，好球，3+1。不要这球上来啊，自己憋了。周雨辰打手递手，然后给到张帆，哎，可以给掉了。哎呀，这球给的有点大了。巴特的这个向前这个包这个绕前防守做的也不错啊，是，真是。上线大个拿球，这个挡拆的质量。球啊，哎呀，球没上进，突破真好。李延泽，李延泽在内线就是一草然上来，真敢用人。对。哎，劳森，这下完成球他有点拖大。他不知道大鸟有很强的一个封盖能力啊。大鸟这边又拿到前场篮板，太多年了。关键是上赛季跟北控是这季后赛直接对话的，这边特莱斯回到他这个速率啊，没人跟得上。对，速率快，但是黑金斯我上场比赛看了，他有一个问题，就最后终结那一下他不是很完成球，哎，完成球不是太准。得找萨林杰，哎，对啊，这防守没时间了，这韧性、伸缩感啊，防守的。底下有时候自己心里面有一些负担，对，一个夏天没休息啊。有封盖，但是篮底，中锋又是抢断，罗森扣一个，而且呢，特莱斯好像有一点被戳到手，大骂。今天这球防守伸缩性非常好。这球传得不错，啊，沈子杰，整个的轮转速度还是很。皮特森可不管面前是谁啊，确实是这样，也是有自己节奏的球员，我们叫绝活哥嘛，啊，对吧？他的节奏很有意思，对，左手做半截儿，啊，投篮也半截动作，转换进攻这么投啊，好球，哎呦，下面还非常高的，对自己狠，对，周雨辰一对一。可以，这球是把肘子的能力发挥出。上线全部通过手递手来完成，机会好球，哎，冠希这下没上进，对，这球冠希卡位卡得好，对，除了这个皮特森那个超远的三分，其他都是空投，又是一次失误，失误来了，3-1，皮根斯好球，这没法子。好，缠一下对面的劳森，特莱斯犯规了，是不是穿着球裤是不是小了？这个体型这个曲线也太明显。在那边他就还自己上吧，好的。给啊，走不进去啊！哎，肘子这下可以投啊！这个周雨辰是有三分的。林杰，好球！这是他的角色，把新疆队的命中率降低下来。对，黑根斯，对吧？他今天多次用这个重复掩护。有周雨辰到强侧没给突破，还不错啊！又是犯规，哇！新疆队挺有灵性，是。他的表哥崔永熙，人家已经是 NBA 运动员了。他的表哥打引号啊。哇，哦，好球！这确实个人技术棒。三宁，干扰球。我觉得可以换一下皮特森。对，可以换一下皮特森。换一下皮特森。这会儿就别藏着掖着了。对对对，上皮特森。到底角还能再传一次。衔接失误。特莱斯。廖三宁呢？对投篮没信心，看萨林杰的，哎，坏运气啊！真是可惜了。攻一个前阶段，厉害，
而且在另外一侧也是有球员倒地。大哥，你发球的手感好啊，劳森这一点，自己多去造杀伤确实没问题。嗯。迪迪格劳森呢，27岁，各方面的条件现在都非常好。当打之年，你现在看谁都觉得挺好的。这个大家还是嗯，先来看。是啊，皮特森上来就不一样，对吧？我是觉得，就刘伟正老师希望球员再对位。罗三宁这段时间突破的感觉不错啊。麒麟的防守没丢位置，防得非常好，直接空接，哎呦，这好球，真厉害啊！好球，这变化多呀！哎，特莱斯，篮板球，劳詹姆斯，詹姆斯、哎、是，詹姆斯年龄应该比他大点啊，稍微大点。嗯，詹姆斯这个整体表现非常棒，今年是有过单场20加篮板球了，什么都，自己来一个，好、哦、球，好球，这个三零节确实跟不住，都是防守起家啊。哎呦，也是高难度啊！篮底又是冠希抢到进攻了，就是碰到了这个球，是还是比较充分的用完了这次24秒的三年，再给沈子杰，哦，好球！今天沈子杰啊，基本上这下，哎呦，还行，因为被防守人碰到球了。就今天张帆就是被其实防得很别扭啊，出来机会，留脚。劳森啊，我们看沈子杰其实位置是不利的，快再来一个，咱们有没有世界还是没有，骨头零中，一会自己来一个也被干扰到，好球，干拔又漏一个，犹豫了，调整一下节奏，这次有了，怎么说，现在已经站在场边了，哇，打进暂停，对，因为这一段新疆队就有点一对一，好球，嗯，对吧，这是我们说的他是大量的依赖影，没顶过去，再来一个，劳森厉害，这个六分，劳森被盖到了，这个球三加一进呐，哇哇哇，我的天啊，这个三个三大完成对抗之后球没打进，张帆又来，对吧，有了，对，就是四蓝底防守轮转还可以，艾兹麦提造成犯规，哎，好球，这球两个人就假动作开后，王思凯，哎，假动作，这球巧啊，好球，是他这重心是放在补上来，集体篮板，这个球后场球进来了，二打一，张帆还在传一下，张帆一开那两步，哦，张帆防得不错，对，防得不错，就是且进且退，我没有直接就上顶这一下，是李乐还是插步换左手完成，哟，好难，这下完成好棒，格雷斯李乐这叫三分变快了，又一个追到两分了，还叫不叫停，罚进，91-8，特莱斯也19分，8次助攻了。是，这个助攻涨得很快。又来了，皮特森没有投进，但是篮板球篮下又是艾兹麦迪。对，这一段篮板球确实占有绝对。现阶段要吗？啊，压下来打了。哎，空位出来了还是攻啊？哎，这球不投啊，没必要、啊，还是想把时间压一下，想压完。是，因为也是这一节挺到这会儿，5分分差呀。是，着急去进入到这个。皮特森被干，又是篮板球啊，就是篮板球。但是呢，说实在，进攻，而且加上这个张帆，对吧？张帆开了，对，加上张帆在第三节其实开了以后呢，是，因为我觉得四百天进攻篮板就很重要。是张帆，给张帆做了一个定位掩护，这里面一对一，篮板球啊，邹雨辰低位攻一个吧。张帆，张帆是完全打开了这块掩护，张帆。好，哎呀，没接着，力量。威根斯这个机会可以啊，但是还是没有篮板球的保护。李乐，哎，球出的来了，
哎，这边裁判吹掉了。都是错误，场上是犯规了。咱们没看见运动员，对对对，运动员有纠纷，另外一边有纠纷。对对对，这边是周逸晨跟李延哲是有什么身体上的对抗吗？这球北控的其实形成了一个快攻的得分机会，前面已经1-0了。对，那么后边出现什么情况呢？从这镜头看没事儿啊。周雨辰是说呢，说他有点抱我腿，但是呢，李延哲也就是碰了一下，也就松开。对对对，应该两个人没有什么升级的动作。裁判员是稳妥起见，吹掉了这个机会。但民导的意见是在于说，我们前面1-0了，1-0啊。裁判员叫停呢，是避免两个人这边情绪升级。在蓝底的裁判员刚才是稳妥起见，给了这边一个违体，给了周雨辰一个违体，是给周雨辰一个违体。那如果裁判员给违体，可能他站的角度感觉周雨辰是不是用他的左腿压住了李延哲？他是后边用膝盖压了一下，对，膝盖就是压住李延哲，是不是？这可能他现场看得更加清楚。因为刚才给这个哨的呢是主裁于伟啊，他是具有决定权的，他这下吹出来啊，恐怕就很难改了。对。那如果这个球周雨辰的就违体犯规吹得再先，那这个快攻机会就没了，而且回来还要两罚一掷哦。先回看一下。是说把他就先吹普通犯规，再看然后再看要不要给违体啊？哇，这个判决对，其实我觉得这比赛挺很关键，是。之所以。应该刚才是掉了，除了我们看到的画面以外，别的角度啊，在场上拍到的画面，去看看当时周雨辰的整个人的这个动作的这种连贯性。来了，决定来了，看看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裁判员的最终判罚。啊，没有犯规，啊，进球无效。对对对，啊，进球无效，推人犯规，普通犯规，对吧？进球不算，进球无效，进球无效啊。推人犯规，并没有升级。进球肯定是无效啊，这个我觉得就肯定就犯规在先嘛，对对对，犯规在进球之前啊。伊利弗拉提被里勒把球断下来，但是跟过来一直没丢啊，是抖步，是不是抖步了？停的点有点尴尬，掩护犯规，掩护犯规，这球掩护的角度不对，是李延哲的老毛病了。好，里勒。之前第三节在这个位置是连续命中，哇，抢断了，直接抢断，打到篮底。我觉得黑根斯啊，黑根这球，北控是追回来两分。我有撞墙，这真是撞墙，真是撞墙。艾斯麦提，哟，里勒这下撞得不轻。这球呢，嚯，做完掩护之后，廖三宁来投，这是没有想到的。哦，来了，扯布啊，自己来，还是没有投进，又是艾斯麦提啊。麒麟，哎呦，这球脱手了！艾兹麦提这球还真吹犯规了吧？走步，布莱斯没有失控，蒙斯凯投了，有信心。哎呦，篮板球！这个球篮板球怎么会漏掉？哎，这球很滑是吧？有汗。哎呦，没有投进。今天艾兹麦提。奥里沙，不过传出来，好球！冠希这球呢，其实不用协防，输五分。新疆队在场上，皮特森拿球，皮特森有犯规，廖三明可以，好球，在了，最后一下犹豫了。其实皮特森最后那下应该传，应该传，把所有的防守人都吸引过来了。是，廖三明进来打平了，第一节一容易追回来的。艾斯麦提，今天艾斯麦提的三分感觉不好，有点着急了，投篮是。其实还有时间。对呀、啊，在大巴上也要在打开咱们咪咕看这场球了。现在全联盟都在看这场球，大家比赛都结束了啊。107-106，这个提前进入季后赛的模式。对，所以就是今年的比赛好看就好看在，我们不管国内球员的数据的起伏，单从这个外援的使用来看，确实是。悬念啊，真和上赛季不一样。是的，
今年我们说辽宁依然会是最大的冠军热门，但是呢其他的这个一梯队的这些球队和中游球队之间的差距，中游球队和末流球队之间的差距在缩小，反超了。看新疆队进攻怎么打，他们现在场上有劳森，但是他们现在呢核心后卫是本土后卫挡头，有信心，注意伊利弗拉提三分投进，回来沈子杰和张帆的掩护，张帆传进来，大鸟打到篮底，左手打进，110平，跟阻挡犯规，孟子这样的后传球还是要小心。是伊利弗拉提第一下吹特莱斯在下边的犯规，这球差一点不失误，自己吓一跳。对，小三宁，小三宁，孟子凯的掩护，这跟炮，好球！这球没办法了，只刘老师说这个球不能让他接到这个位置。现在新疆队有这个风气，就是你罚球对，现在一块说一下啊，完了之后第二罚之后我再来站位，是的，也是好的习惯，抓紧时间大家互相沟通，统一思想。北汽也有这个情况，北汽也是，就是死球的时候都大家先聊一下啊。哇，沈子杰有压力了，第二罚，喂，没罚进啊，第二罚没罚进，15分13个篮板，刚想说大家熟悉的老沈回来了，喂，好球，好球。哦，这球怎么吹？进攻犯规！进攻犯规！新疆队这边单防的情况下，也要注意自己的动作。是，犯规就是要罚球。经过半场之后，哦，换防了。是，哎呦，艾斯麦提防脚下很吃力，这一下篮板球！哎呦，劳森这个篮板啊，拼了老命了。对。吹麦提在正面去防对面的特莱斯。特莱斯呢试图用自己的投射来惩罚艾斯麦提，但最终没有成功，劳森守下了关键的篮板球。张帆也是午饭了，接下来球队在场上就算下一攻这个不管打进不打进，再做战术犯规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损失。真的哇，三罚全中，12个罚球全部都进了。是，传出来孟子凯，还是特莱斯，这边坚决掐上线，对，就是不给三分，先要两分吧，不投给三分，还有机会，没有投进，没有投进，而且没有犯规的机会了，没有犯上啊，没有犯规的机会了。那新疆队